哎呦，这么用功啊！现在学习了开始啊，他哪天不学习？很像真格似不学习能辅导孩子写作业啊？的。我医保卡了，找医保卡干啥？我也回去买点药啊。不是等我去给你买吗？算大热天出去干什么？我回来这，我就边顺道那什么上药房买点得。你自己去买啊？啊，那去，下班去买啊？嗯，行，等我你好。这把卡找，卡就在那个包里边，在那个就全装那个卡的那个包里。哎呀，你去给我找，你放的东西我能找得出来啊？现哎在，呀，你就自己找呗，你现在干什么都依赖我，我发现你怎么那么的能依赖人啊？自己去找吧。我不愿动，得一动得出一身汗。那怎么办？那你不找，等我，要不我下不去给你买。我去找啊，包在哪啊？包在那个书房那儿，你去拿过来。我告诉你在哪，你去找呗。哎呀妈，真服你了。就走。你自己找吧。怎么做干点什么那么费劲呢？你看我在看书啊。这整掉了，啥你都找不着，一天我又不搁家，你啥你也找不着，别拿错了，别给我那拿去。弄一些花，不是，你怎么什么也找不着？放着，首饰盒你看看是吧？真羡慕我给你。拿它干啥？我看一看不行啊。全是盒，我放着的。什么盒？这不叫耳钉吗？那有个耳钉没人戴。那这不还有戒指吗？不是你的戒指都不戴了吗？那这里还有个项链呢。没人戴呀，然后放那个窗那抽屉里，搁这里放着干啥？占地方。这里有一个。嗯。你这还有戒指呢。也没人戴，等会儿就给拿放抽屉里吧。这个放的都是一些资料什么的。哎，那怎么有个红布？那什么东西啊？我哪知道？放啥了就东放。西？啥东西？啥东西呀？啥呀？啥东西？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什么照片吗？谁的照片？我看。你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怎么回事？切，渐渐地一如呼吸一般，一秒钟也不中断，拿来！弄得我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谁呀？哎，拿哎着就呀，放着吧。哎呀，这一大头贴，哎，证据在这啊，什么证据啊？这什么？这和谁照的？这谁呀？我哪知道谁呀？你不知道，谁知道？这谁呀？我都还怎忘么如了。呼吸一般？你那不是氧气呀？哎呀，疼不疼？怎么意思啊？红了，你干什么啊？怎么意思啊？那谁知道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怎么的藏呢？谁藏还包的？的板板正正不是的，以前的放里面就放里了啊？吗？放里就放里了。那不是就以前照片，这不也有吗？这不以这前一的些吗？照片，这照片放，这个照片插在这里面，这还，这什么？这藏在这里啊？藏着什么？知道我平常时候不看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啊？哎呦我，干啥？啊？你看这简直我，哎呀包的，咱不弄密码锁哈？这人怎么那样式怎的么呀？样式？心眼那么小呢？怎么意思？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你搁这多年前记什么？多年以前完之后还保存这么好那就是啊？忘啊，扔怪了不得这一呗。户叫你干的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两个人小子巴巴的，就是啊都打红了，你真有病。啊！
闹的什么有指望啊？啊？谁和谁还联系呀、啊？没联系，没联系，怎么保存这么好啊？那就放了就忘了吗？啊、这你忘了？哎，不跟你说，我都说不动。忘哪了？你个，你还犟嘴，还犟嘴你？你干什么、啊？干什么？怎么来？你好好跟我说，怎么回事？啊？你都忘了？你这人咋这样？啊？你忘了？嗯。啊？忘了。你等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妈啊！我看退货。啊！哎呀，你这溜啊！你现在弄不了你了，你、啊、哎呦，你现在再给你啊嘚瑟，你等，要你个玩意儿没用。